我相信是啦。咁邊一個？其實我真的不知道，我又不知道人哋之前的樣點係乜嘢。即係，但是我會知道我是第一個咁型咯。顶着香港小姐的光环，外界都质疑她的举动会不会影响香港小姐的形象。可是这位人工美女却有独特的看法。咁其实我会觉得港仔不嬲都系智慧与美貌并重啦。咁其实我相信我未整之前，都唔系太差啫，即都会有个美貌喺度。咁但系我相信我呢一个举动去感应为乜嘢？这个绝对系智慧咯。香港小姐刻意经营高贵的形象，可是像吴文馨这样的另类港姐却让主办单位感到很头痛。东方新闻冯景的思维香港报道。由两岸三地电视媒体合作在浙江播出的好易购电视购物节目，在去年底推出之后就获得了各界的好评，更因为引进了东森严选的把关，提供给民众更好更有保障的购物环境，这也让浙江传媒学院对东森集团印象深刻。这是浙江传媒学院学生所自行拍摄的宣传片，虽然是校园作品，却有职业级的水准。这么优秀的成果归功于学生课堂的努力和实务上拍摄训练的学习。对于两岸日渐频繁的新闻交流，浙江传媒学院看中东森媒体集团的专业，期许未来能有更多的合作。如果有可能的话，我们想派教师啊到东森集团去学习取经，这个去实践的锻炼啊，能够把这个成功的范例啊作为我们一个教学的一个范例。不仅是教学单位，浙江广播电视集团更看重东森购物的成功经验，在去年底引进东森得意购的经营模式，开辟好易购电视购物，引起广大回响。我们可以讲是发扬了东森严选的精神，也就是说作为我们好易购公司也是一种对消费者这个负责任的态度，严格选择商品，把控质量关。从我们好易购公司选择的商品来讲，更多是符合这个市场需求，以家居日常用品为主，这么样一个差异，我觉得对消费者来讲会逐渐的增强他们的信心。秉持着东森严选态度，好易购给大陆民众一个全新的购物环境。这个两岸三地四方合作的好易购家庭购物公司，也引起大陆民众出门一样买到好东西的全新模式。东森新闻苏志宏、张俊德，浙江综合报道。这几天我们看了许多美味的火锅，不过今天要带您看到的火锅，有钱还不一定吃得到。今天名人带路，我们就要沾沾艺人观影的光，来品尝独家公开的私房锅。名人带路就是爱火锅系列报道，由龙凤食品独家冠名赞助。龙凤火锅料是您今年冬天最温暖的选择。那今天我要介绍一个非常特别的火锅，是螃蟹锅给大家，待会儿我们一起去尝一尝。那这道火锅呢，不只吃了不会胖，还可以保暖，所以如果冬天想要像我穿的这么少的人，都可以试试看哦。偶像剧明星观影，天生丽质，不必节食就能拥有好身材。谁说冬季进补一定要靠中药呢？没错，今天我要带大家来看看，就是这个很特别的螃蟹锅，不是你平常就想吃就可以吃得到，一定要两天前先预定。哦，算是私房锅就对了。是的，里面的明虾头就要熬八个小时，先做汤底。那里面还有一个主角了，这个主角就是砂锅，噔噔噔噔，就是这个砂锅。除了砂锅之外，今天好像还要帮我们介绍很特别珍贵的食材。对，这个很珍贵，是我们今天的鲤鱼。这个呢，刀工很薄，所以可以很快。是透明的哈。对，然后只要刷一二三四五，这样就可以吃了。赶快讲一下口感，我光用看的就想流口水了。口感真的很好，而且不会碎，因为很多温度很高的火锅，鱼放下去就会碎掉了，所以它很 Q 就对了。这个汤呢是熬过了八个小时以上，所以当然也要好好的尝一尝，然后多喝几口。光用闻的就好香哦。对，还有它的颜色，这汤里面就是融合了海鲜跟蔬菜的精华。我觉得汤真的很鲜美。越吃越热，越吃越好吃，谁还需要厚重的外套？大快朵颐吧。这是陈人镇店之宝，一刀肉，刀工师之，口感香醇，欢迎大家来品尝。
男儿有泪不轻弹，龙凤穿门勾地，拉力四射，强挡粗耳。这群年轻人要从100公尺高的滑雪道往下滑，光从尖叫声不断就知道这有多刺激。特别好，特别美。我觉得我去过哈尔滨，但是和哈尔滨呢，这个壮观景象还多多少少不太一样。玩累了吗？现场不但有五光十色的冰雕展，还有大陆知名冰雕师傅精心设计的唐朝大明宫，在灯光的照射下华丽亮眼，气派十足。主办单位统计，年度冰雪展共吸引了上万名游客前来，为了展现不一样的风情，更设立夜间冰雪活动，让游客来一场梦幻冰世界。东森新闻请换潘玉文、沈阳综合报道。更多的新闻内容，您可以上东森新闻报的网站 ettoday.com， 我们有更详尽的报道。感谢您的收看，我是周明景，我们再会了。本节新闻由中国信托商业银行独家赞助。嘿嘿，北海道的哦！哇，王蟹，王蟹，哇，好羡慕哦！现在不用去北海道啦，因为有了龙凤帝王蟹棒，鲜美滑嫩 ，Q 弹有嚼劲，带给您帝王蟹般的珍奇口感。龙凤帝王蟹棒，北海道好味道。每天的工作都非常忙碌，而且呢压力也很大。不过呢，这一切为的是什么呢？就是为了退休的时候有个良好的、优质的银发族的生活。因此呢，我在留学的时候就已经在澳洲的西太平洋银行开了一个账户。这个银行非常的棒，它的这个手续非常的便宜，而且呢，这个网络的便利性非常的佳，利息又很好，所以呢，我只要努力的工作，然后就可以等着过我的优质的银发族的生活了。退休后的生活规划，您可以从现在开始。澳洲西太平洋银行全球服务专线00800-6190-6139。每天上妆卸妆，我一直用生态避免细纹。现在我发现更快速有效的保养品 ，Beauty Lab Doctor 高效抗皱精华液 ，Fibergen 十五生态，能深入肌肤，启动新生胶原蛋白，瞬间紧实。无论再忙，明天就是看不见细纹。十五生态 Doctor 高效抗皱精华液 ，Beauty Lab。World Insight， 让您从不同角度看世界。深入性、评论性、国际新闻专题报道。世界无限大，掌握全球财经。
新趋势，剖析台湾成长经验，探究大中华发展前景，深入了解新兴市场，为您提供理性的投资建议。中国信托与东森亚洲新闻联合制作最专业的财经节目，1月1日起，每周一至周五晚间6点整，敬请锁定亚洲财经晚报。